赵旅长吧，我叫徐孝福。你再不开门，老子要踹了！我回门，回个娘家也不让人消停，三更半夜大吵大闹的，我都睡着了。 哼，想你了，过来看看不行啊！再说了，我总得见见我老丈人爹啊！我看你怎么像是来捉奸的。去！谁敢动我女人？那是我要命了！我丈人爹呢？哪儿去了？丈人，谁是我丈人爹？哎哎，我就是我的爹。 丈人爹，过来，看看，在窖里面藏了15年，今天专门挖出来孝敬你，丈人爹，好福气。哎，行了，回门也回了，回家。旅长，你既然来了，就住一宿呗。住啥住啊？就咱们家的破窑洞，旅长能住吗？再说了，还有这么多弟兄呢。 这要是住下，我得扎多少个军帐啊！旅长，你在外面等我会儿，我跟我爹说两句话。对，都是家里人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，就在这说。当着弟兄们的面，我也不能啥都说呀。爹，都给我进来点。 这是30亩水浇地的地契，你收好了。你闺女我还算值钱吧？闺女啊，这都是爹对不起你啊。怎么说话呢？小心旅长毙了你！啊，对，我说错了，地该死，活该死。爹，有了地。 以后好好过日子吧，别再干挖人尸骨的事儿了。张副官，给我套车，套车，来套车。哎，赵二弟，等老五给我生了儿子，我再给你备几坛好酒。哎，旅长。 出去！你是怎么进来的？这赵旅长刚走，你想让我们全家陪你一起掉脑袋呀？啊！
快带我出去！韩爷，你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消息，也根本没有必要让天子跑啊。他这几天病得很重，身体很虚弱，是夜里出去的，估计是发烧了，烧得得癔症，我们也正在担心呢。胡说。行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是征兵公文，看清楚了啊，上面有柳天赐的名字。这国家危难，匹夫有责。现在国家要柳天赐去当兵，你们却让他给跑了。我告诉你，姓柳的啊，今天我要带不走柳天赐，我就毙了你们。怪了，怪了，我儿子是教书先生，从小身体就不好，连力气活都干不了，凭什么征兵？就征我儿子一个人？那我就不管了啊，我只知道按公文办事。带不走柳天赐，我就毙了你！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爹，
天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天赐，你回来干嘛呀你？他们为什么这么对你？天赐啊，你快跑啊！你快跑啊！往哪儿跑啊？你就是柳天赐啊？我是。回来就好啊！来人，带走！你们长官，你们不能把他带走！那不能带走他！大爷啊！谁呀、啊？吴奶奶，大小姐来看您了。吴奶奶，你就是我五娘啊！我叫胖丫啊、哦。我知道了，你是咱们家的大小姐。你长得挺漂亮的，听说你爹是盗墓的贼。我们班同学都说，盗墓贼生的女儿都像鬼。你长得可不像鬼，我要把我亲眼所见的都告诉我们班同学，让他们以后不要再瞎说骗人了。五娘，我挺喜欢你的。现在在西安上洋人办的小学，现在放春假了，昨天晚上刚回来的。叫过吴奶奶了吗？叫过了，吴奶奶说她不饿。她这不是回过娘家了吗？估计是娘家饭菜可口，吃撑着了。他们家能有什么好饭？人家祖坟给挖出来的，肯定是让旅长给累着了，起不来炕。秋香，你这嘴从来就没个把门的，还那么多小丫头听着呢。本来就是嘛，那动静，连我那院都听得一清二楚。你当丫头他们都耳聋啊？听说旅长这回出门打仗要带上老五，这下可有的忙了。白天在战场上冲锋撤退，晚上还得在炕上冲锋。大姐，你说说他吧，都四十好几的人了，别再累死在炕上。老四啊，是不是这两天没捞着旅长，吃醋了？呸！一辈子不去，我一辈子不想。倒是你吧，你没那心能说出这话来。哎，我想想啊，旅长有半年没到你那屋去了吧？好歹也是个奶奶，越说越不像话了。娘，吃早饭了。胖丫，快来坐大娘身边来。来，你这阵子不在家，你大娘都想你了。告诉大娘上哪儿玩去了？嗯，我去看五娘了。五娘和你们都不一样。说说怎么个不一样啊？舔着脸问。门官人，这狗屁的特派员检阅什么军容啊？这害得老子还得睡个回笼觉呀！我穿上了，走，接着睡。旅长，你别折腾我了，本来他们几个人就是舒风凉话。谁敢？我大耳朵抽他！有本事给我生儿子，生了儿子我就稀罕他。我要不生儿子，你就不要我了。再问你啊，事情都算好了，明天就得生。我在家里都快闷死了。去，昨天刚从娘家回来，闷什么闷？旅长，你心疼我，老给我大洋，可我没地儿花呀。早说嘛，不就是想买东西吗？找下门就给你买了。我想逛。逛什么逛？这么大家还不够你逛的？逛街。
老板好。太太你好。哎，您还站在外边，让他进去选。哎，请请请。啊，我的身量才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都要。都要啊？裁，现在就裁。哎，小二，赶紧的。哎哎哎！赶紧裁啊！裁完了我让伙计来取。哎，好嘞。狗。等等。啊，你说我呢？我就是狗。我表哥让我跟着你，不跟不行啊。他让你死，你死啊？哎，不死。为了你，我得活着。哎，那天你把那个柳天赐藏哪儿了？这要是让我表哥看见的，咱俩都得死。不跟狗说话。嗯。哎，吴奶奶，这是药铺。我认字儿。您哪儿不舒服呀？你管得着吗？请你回来去他书房。好，领路。是。嗯，回来了。赵副官盯那么紧，你派人盯贼呢？这要是老四出门，你给他派六人，他还得嫌少。你真的派六个人盯我一个人？是多还是少啊？我咋没看见呢？你没看见就对了。我还告诉你，出门啊，别打那逃跑的主意。街上卖糖的、剃头抹剪子的，说不定都是我派去盯你。相声，说话当真？生个儿子我就套你脖子上，那是给你儿子呢，还是给我呢？哎呀，就是个横啊！行了，说说，云南上街干嘛去了？你去问问派出去那六个人不就成了？哎，我问他们干嘛？旅长，我能看看夜明珠吗？嗯，我还没看过呢。那东西夜里真的能发光啊？珠子在我这儿，别动。有些东西只能看不能摸，看，看呐。是盗墓的，我爹十辈子都弄不出这么好的东西来，你把哪个皇帝墓给盗了？我能干那种缺德的事儿吗？没有你这样的人，哪会有人干那缺德的事儿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个不知足的东西，给脸不要！老子弄这些干什么？啊，可以换枪换炮保一方平安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爹为什么？他盗墓是为了钱。老子没杀你们爷儿俩，还把你娶成姨太太，你还是个不知足。这天气今天要回门吧，
明天要逛街，你想干什么？一杯老子不知道，我傻呀？尸体嫁给我就得受委屈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嗯，我就是要狼给我配的。你们先下去。是。他抓的什么药？不清楚，没抓成。药铺好像少了两味药。掌柜的说今天去给进去，明天配齐了我去取。方子呢？是郎中开的还是老五自己带的？是吴奶奶自己带的，他又给收回去了。你再去趟药铺，看看他抓了什么药。问问掌柜的还记不记得方子，找个明白人看看。您是担心？我担心他配点毒药害死你表哥。啊，快去！吴奶奶，王婆子给您送汤来了，是大奶奶让送来的。吴奶奶，进来吧。吴奶奶，您的药没了。我知道，今儿不巧没抓全，明天晚上你来取。行。大奶奶让你送什么汤啊？不是，大奶奶呀，根本就没让我给您送汤，我那是骗小丫头呢。我把我们做的萝卜汤给您盛了一碗。萝卜汤。哎，吴奶奶，这可使不得，这汤做的可糙了，我们连油都没搁。好喝，明天晚上你给我送一大碗来。哎。妈，您需要点什么？还记得我吗？我头上来过。头上？我穿着便服，跟着一位太太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李无双，哎呀，这太太抓的那副药，确定了？梁姐还没到，不是说好了吗？明天来取。方子上都是些什么药啊？方子太太给拿走了。啊，这我知道。你帮我回忆回忆，上面都是些什么药，再给我写份方子。这个知道那位太太是谁吗？赵旅长家的吴奶奶。应该差不了了，就是这副方子。是治什么病的？像是像是什么？吴奶奶送医料。张副官，我给吴奶奶送医料。我没说买那些料子。你都让人家给捡了，咱不买也不合适啊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要不是你老跟着我，犯得着花这冤枉钱？想干嘛？听不懂。你买药干嘛用的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大奶奶让我去查你买药治什么病的。我逛街干了些什么，你都汇报给大奶奶了？真是条狗！是，我是狗，而且我主人多。我表哥要问，大奶奶也要问。大奶奶让我去查，我不能不去查呀。那你查出什么了？你那个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的？从娘家开始就吃。你胡说，那是不让女人怀孩子的药。好啊，反正你都知道了，你跟你表哥告密去吧，让他拿根绳子勒死我，省了我自己的事儿，让你表哥给你赏钱吧。凤儿，凤儿。你知道我是不会出卖你的，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万一今天大奶奶派出去查这事儿的不是我，那你就早就不想活了。你说你，
从哪儿淘到的这副方子？从办喜事那天起，你一直吃着这个药。你打听那么清楚干嘛？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我能怎么办？你对我有恩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往火坑里跳，更不能闭上眼睛假装没看见。你既然念着我当年救过你的命，那你就帮我赶快逃出这个家呀！如果我不能逃出去，早晚都得一死。反正我不能怀上赵元庚的种。现在你都知道了，那就看看你有没有良心了。明天你不把我的药好好的给取回来，我就把那天回门的事儿全部都告诉你表哥，看看赵元庚怎么处置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。我刚才给吴奶奶送她头上买的那个医料子去了。谁问这了？那药方查清楚了，都是那个女人滋补用的。盗墓贼家的乡下丫头还懂得滋补，八成是你表哥给她的方子，真够疼她的。门，你卸呀！你架一门大炮，把这屋子轰塌了算。你又不敢啊？个臭丫头，脾气见长，没人敢跟这么老子说话。是我家穷，我爹是刨疙瘩的，可我爹从小到大还没动过我一根指头呢。你说打就打，打完了还来祸害我，没门儿。你要是再不开门，老子就拆一骨头，你信不信？来呀，拆！现在就拆，让兵弟兄们都看看。别看，滚，都滚！行啊，啊，脾气见长，当着弟兄的面敢给我下不来台了。嗯，你要么一枪把我给崩了，要么让我一个人消消气，少来烦我。你以为我稀罕你啊？老子五个奶奶呢！警察，小明。旅长骂人来着，谁欺负你了？谁敢？我崩了他！哟，这是说谁呢？没你的事儿。遇上一倔驴，哎呀，还别说，真是个生儿子的坯子。旅长怎么又笑了？看见你了，不该笑笑？还说呢，旅长，这都多长时间没来我这儿了？墨迹，有话你就直说。今儿晚上就是你了。下一个。
您请安。不敢。娘，媳妇儿哪儿做错了吗？哪儿有你那么做媳妇儿的？大晚上的把自己男人锁在屋子外边，隔着门吵。我可告诉你，你男人可是个驴脾气。昨天晚上赶上他气儿顺，哪天赶上他气儿不顺了，掏出枪来毙了你，我可也没法子救你。五妹妹，咱们这院子虽然大，可是旅长的嗓门更大。你们那点什么事儿，老太太这儿还有我那儿，可是听得清清楚楚啊。我知道不是大姐在娘这儿告的状，大姐对我怎么样，凤儿心里有数。娘，别娘娘的叫了，我还没老糊涂，是不是打心里叫出来的，听得出来。赶紧的，哄哄你爷们儿去，别让你爷们儿啊奔别的屋跑，好好的在你那屋鼓捣上几个月，赶紧的给我鼓捣出个孙子来啊。买点小点心。旅长有命，家中所有女眷出入，必须走大门。我偏要从这个门出去呢。放您出去，我们就会被枪毙。如果您非要出去的话，我们只有开枪了。你们还真是旅长的好兵啊！这府里的规矩我能不知道吗？我就是考验考验你们。行了，我跟旅长说。让他赏你们啊。大小姐什么时候来的？来半天了。五娘，你以后不要再叫我大小姐，叫我胖丫就行了。我娘和大娘他们都这么叫我，只有下人才叫我大小姐呢。好，五娘会踢毽吗？我最多能踢十一个，找他们别人跟我玩都说不会。我也好久没踢了，那咱们俩一块儿踢。10, 51, 52, 53, 54, 55, 56, 57, 58, 59, 60。五娘，你可真棒，你教教我。好，以后天天陪你玩。表叔，这样下去不行，早晚得出事儿。早晚你得帮我，帮我逃出去。别做梦了。你不帮我得逃，否则我早晚是你死。滚吧。放。你认命吧，你在这儿吃香的喝辣的，穿金戴银，人人都叫你姑奶奶，你还想怎么着啊？这像是你嘴里说出的话吗？你不口口声声说喜欢我吗？带我私奔，敢吗？瞧你美的，我就知道你不敢，胆小鬼。五娘，
怎么又回来了？五娘，走，咱俩骑马去。骑马去？对呀。不想骑两圈？不敢。怕啥？这马比你听话。他摔着。哼。哎呦，你还有怕的时候？今天是怎么了？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也没人叫你，怎么自己过来了？昨天晚上那个横劲哪儿去了？旅长，小声点儿，人家知道错了，还让我给你磕头，咋着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来，得学着骑马，不学着骑马，怎么陪着老子打仗去？旅长不敢骑。哎呀，哎，抓住了，抓住缰绳，拿着。哎，这听话。旅长，下来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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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驾，驾。别过去，都别过去。哎呦，你还笑啊？也不问问人家摔断几根骨头。去，一打眼就能看着不是马摔的你，你差点把马给我吓着。怎么样？摔疼了没有？疼死了！疼了不怕，来，起来，我给你揉揉。哎呀，哎呀，给你揉揉。别揉了，再把我给捏死。说说，昨天晚上我不在，被窝冷不冷？讨厌。我奶奶，我奶奶，我奶奶，萝卜汤赶紧趁热喝了吧。放那儿。哎，药就在这儿，赶快煎出来。哎，旅长今天出去喝酒了，他回来之前赶快把药给我送过来。哎，好，别让人看见。哎。王婆子，啊，张副官，张副官，这是去哪儿啊？啊，我去给吴奶奶送萝卜汤去了。什么东西？这是吴奶奶的东西。不让看？张副官，吴奶奶的东西，您最好还是别看了。不就是药吗？我告诉你，这药是我替吴奶奶抓的。是吗？那张副官，您既然知道是药，干嘛还非得要看呢？你知道这药是干嘛用的吗？不知道。找个地方，我告诉你。